镜头中呢就是甘尼亚老城的海岸线。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甘尼亚一家综合性公立医院，甘尼亚的一所公立学校，很多当地家庭或者有一些外籍家庭，他们也喜欢把孩子送到这边来读书。甘尼亚城市的发展呢是以这个我们眼前这个老城区为核心，是一个旅游的核心区域，然后度假区域呢是甘尼亚城区出来之后往西面呢，也就是我们酒店度假村项目那面，是未来发展前景很高的。